现在一只250，什么煮？不用煮，不要煮，不要煮，哦，慢煮啊，哦，慢煮啊，等于你这边切切就当吃啊，餐厅嘛是要咧做了，两家伙把餐厅来三家哩，不用750，不用760，来500块，收济，来300，冰棍300块大只哦，大只的哦，不是小只的哦，来冰卷，有一冰卷300块。我不爱给你钱哦，靠腰人家花花五百，我卖你300都可如哦。来，就一个人给你钱来冰卷，这已经熟了，你回去哦，直接解冻切一切就好了，直接这样吃。各位靠功夫的，用一锅沙拉温在吃，来300块。来，你三个妹妹都无啦，来300块来冰卷，一只不到80块，你们还在考虑，我也没办法了，冰卷我给你来，300块都来，钱我钱我给你，来300块都。冰卷多少钱？来300块来冰卷，来300块，谁没有拿到的？我买了冰卷，蛋碗蛋碗，可能这冰卷一只，他们80块的分钱，气氛等于300块。来冰更300，冰卷来赶快，哎，快一点快一点，不要怀疑太久，唔好想久想久，我无物件人卖你啊，来300，最后一个人给吧。来头前老大别来，够人没关了吗？都拿到东西了哈，来大哥要来赶快。没有了啦，没有冰卷的啦。100块给我。我只要100块给你。我要买你冬瓜茶。冬瓜茶。我的冬瓜茶贵，100块。来，蛤蟆来。来，蛤蟆。来，烤鸡来。来，阿姨哥，吃菜了，冰了我啊。来，蛤蟆来，来，大哥来，开始，谢谢。来，要吃海贝哦，好，海贝我喜欢啊。来海白虾我啦，哦海白虾人等足久啊，讲来免500哈，要食海白虾啊，来搁甜搁好食，一人买一个300变，五个人加买一半，五个人加买了吼，四个人加买了，我哪怕300、1200块大本钱卖你，四个人加食来一人200块，来200块来海白虾来200了，钱我钱我，手莫丢金，一斤落外套，来海白虾200块来紧嘞。这一盘卖不到1000块是了钱呐、啊，料头粿袂较紧嘞，就来200块来，拢准备了嘞，五个人加买难嘞，来即款袂适合客人，都有人哦，好谢谢，来，小姐买5份哦，谢谢，1500我来，不会加1份，那么6份，来赶快钱给我啦，你一直比我不知道你要买多少，你钱给我就知道你要几份了，五个啦，还是要一份噶，哦一份啦一份啦，五个啦，要5份搁加1份，你就话唔好怕少人加，5份啊，搁要加1份。弄出来等弄咪吃起啊都，来那个虾子四补一哦，哦一盘四个人给两个包嘞，来帅涛哥来，什么叫帅涛哥？你唔捌的亚秋，唔知条我讲啥亚秋，头刀就是一般人家鳕鱼抓起来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鱼切的鱼头切掉，鱼头切掉，然后整只送去加工厂，第一刀切起来就是这一刀，就是它的下巴，然后弄简称为涛哥，鳕鱼的涛哥。哦，以后恁条头刀就是一只鱼的下巴啦，哦，就是第一块肉啦，它的肉超嫩的，比中口更加油，一块真好，真好，一块袂百二块，再卖你500小小啊，2个人来300，200块都只有一个人给吃，鳕鱼头刀，来200块来，这里再送给你，来200块的，你吃爽快来，我白白啦，无去买熟啦，来200块来帅头刀，200块来，你大家买对啦，哦，这帅，这鳕鱼很大只呢，因为它的。帅头都拢做大滴，要死我！来200，好，你快进来，开少钱吃，赞你呢！来啦，进来来，帅头都200，够三毛买着进来，来200块都，哇，要死，真的大块！来，无买着头都动作快哦，来200块两，来够人无买着无？来200块来，帅头都，来200块来，200块，没有买到的赶快哦！无啊，全去收两面好了，还没有买到的不好意思喽哈。来200块来，通话费是啊，你搞唱得啊，你。你该唱。哎，心态也歹是啊，拢要学阿虎啊，是种啊话哩。来，第一点，第一点，因到的圣宝会拍过来。没有。来200块的。来，你讲讲。来200。我都没讲过，你讲诶。对条，你不要惹他好不好？没事，不要惹他。来200了嘛？感谢你啦。来，对啊，你边上，陈阿姨，尾鱼，来300一道来。一道无介济啊，进一道，有钱阁买点买有一道啊，我无便宜啊，物件刷好强啊，人啊，你让虾饼刷过来啦，我你。我还当然去你冲三回，你死！啊，叫他冲
你讲去客啊，系啊，去客啊。你讲一句，讲十句。来，要食鱼肚的啦，无饲哦。即咱隔壁味道的三百鱼来做的，真食一袋，每有一百块，你爱金买，真的。即落班的一袋，然后一百，你爱金买。这三百鱼肚用咩绝版啊？来，有要食的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百块来，有要食鱼肚的金钱。好了，就拿上来。不然金钱，不然金钱，我就免话。来，鱼肚三百块，拢话哈。石磨鱼肚有咩要吃？那买袂着真的。来，三百放这里，太贵，你把钱拿回去就好了。来，鱼肚三百块来。那明仔再要留三千的鱼肚，我唔知道有遐济可以无，唔知。啊，你若无来，我就欠命。来四点是四百，三百块来五条，你来三百咯。无刺的石磨鱼肚，来谢谢大家。哎呦，要死我！你得五袋三百，五袋比你五百多好呢。来三百块来三百鱼肚，无刺的哦。今日来三百块来，各位来买食鱼肚吧。无刺的石磨鱼肚都有了哦，谢谢。无刺的。安怎啦？给钱啦！搁底下招阮，你要比较当时咧。我搁足济物件卖咧，来，要食葱抓饼咧，来，一包十袋，多重？1500公克，1.5公斤就对啊啦。大斤2斤半，卖摇头啊！你唔捌食过阮的葱抓饼，你唔知阮葱抓饼的厉害啊！超级好吃的，真的好吃，而且晚上睡不着。来，暗时啊，歹困咧，我讲葱抓饼做用，你冰箱了两瓶了，一瓶恁人一瓶，你家搭。面都大嘞，一日困呀，30秒你敢算30分水困？但是咧，你乌坑面大一日无去乌坑好，今麦隔空的太阳看袂着。来，这样摕一包等于再200块，超好吃的手工葱抓饼，一人一包100块，来一包我100块来，好呀，我一包啊，这两包要做轮饼，你唔免去排队啊，这当做轮饼搞做好吃。来一百块钱，葱抓饼100块，但我全部收着吼，这当做轮饼过。哎，这个葱抓饼比轮饼皮较好食济哦。来100块来，100块葱抓饼都有了哈。这才够轮饼嘞。哎呦，那袂使。来100块来。我妈妈讲今年要用这做轮饼皮。小钱鲑鱼哦。哎，100块刚买到了葱抓饼，超好吃的葱抓饼。来，啊，这5块是啊，这小费你嘛得客管。给5块，来包以后，来，阿哥别爱上来，给你，我会寄鱼片，这个吗？来，阿小哥来，小哥站足久啊，对个，来500块来，给你，这款袂恁两个都包鱼嘛有哦，华姐嘛有哦，来弄咖啡弄咖啡，来小哥500块来，这款袂两个人给都，给你500块来。500块来，小刚啊来，叫一个人加买来，小刚500，哦，水无？会出出啦，大家都搞出出啦，来500来，这来这两块够我理啦，来啦，一块出一百块，小刚啊，来500块来，赶快，下次来买500咯，来500块来，唔钱啊，手唔好一直滴啊，对啊，来500块来，小刚啊来，500块来，赶快拿钱，赶快哦，来500块得，来进，赶快恁两个人加买买，都来小刚来500咯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我慢慢用爬起。来，我爸过来，小哥来，够三百块了。拢关了啊，小哥啊！来，好，谢谢。安尼，小哥，等下再个卖啊！还要吃鲍鱼来，鲍鱼卖500，卖开400来，300块完了。鲍鱼来300块来，赶快啊！赶去给啊！我拢无敢去，阿金妹，来3包来，4包300，来5包你，来7包个请你来300块，鲍鱼来，进来。3分。来，要3分，等来鲍鱼300块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来3包，这免煮啊，这铁饼就当煮啊。来3包肉，来，肉，来鲍鱼300块来，进来，来个吧，现在应该剩两个人给你了。来鲍鱼，够三百块的鲍鱼，进来动作快来，来300块来鲍鱼，来300块，进，无就无啊哈，鲍鱼三百，阿妹买着鲍鱼举手，最后2位的鲍鱼，来300块都买到了哈。包一瓶，这免煮啊，这铁饼就做好吃啊，就是一罐包鱼料理啊。来好，阿哥要吃补三万哦，好来。好多白白条呀，多来娘呀。对。哦，那他多白贵娘啦，所以你是多来来来罗 M 是罗诶，这南蒙古啊，咸味片，蛮个蛋啊，这样要结果吧，来3包啊都。南方澳进一片来，一袋就80块，3袋4袋料理来。来5袋你啦，来6袋你啦，来3包咯，叫前面，那蒙古啊，咸面面，上面只，这两个只，爱卖你500，爱卖你400，300块都，8袋你，我输你上你1袋啦，9袋你啦，来啦，那蒙古啊，咸面面，无够唔好，
那秀啊，这中国饺，这个比挪威还好吃，这个是我们台湾的骄傲。这里片，台湾的，台湾的骄傲，300块来，进来进来，三百块就放错块啊！来，前面小姐要好，来，真的好吃，用煎的，用烤的，气炸锅都可以。来，300块来，够三百块了，进来。来，你来在这边。来，300热南蒙古啊，看面饼来，多少钱？多少？来，沙发过来，下面挂条拍摄拍摄，有你等哈。来，老弟来，来贵弟你来，老弟你来，拍摄你个宝贝，我不啊，纯粹啊就喜欢没有了。来6片，来8片，我背对面你4包的熊熊，好的，来沙发都挂掉啊。南方啊，进一片，那我要收起来喽，下一样啊，赶快。哎，陈阿姨超得好，来陈阿姨背背背超得。来，这下工程啊干啥？黑啊哦，啊黑啊生活啊，鲑鱼对，鲑鱼对。来黑啊生活了，啊我袂称啊来。来黑啊。来虾子谁买的虾子？阿五啊两个就被扔掉，阿五啊，今仔日无讲话，你拎他办。来黑啊。你在手机行了吗？是哦。还有一个小。手机行会觉得你的需求很奇怪哦。天天虾饼，那做什么饼？白无讲过，嘛不是天然虾饼，天然玉米鸡汤。一边拢讲我无讲话，口罩拢掉。来，陈阿姨三个人去吃，无啊？没有了，就剩下这一盘，一人1片，一人800，我唔免三个人去，这样开500块。没了。两个妹了，较紧嘞，两个客人。几个？来。几斤肉片？是吧？无啊。来500块。无啊。来来，免免走，大家拢无牌。来。这盘两个人给他包完，一盘两个客人给他包完来，阿帅你头哥阿鲑鱼吹掉吼，吹掉我随便来，来头哥最好一箱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你都无买头哥无啊？来这样就开300杯，我来讲啊，今日给你熟到底啊，胃头熟到底啊，哦，你若无个无买着，我嘛无法多来200块啊，200块啊，今天不要卖你们300了，大地帅头哥。帅头哥的血缘下巴了，只有味道不知道怎么弄。来了，没沙巴，来200块的，来200块一人一盘，对，针对吹的啊，行，来200块来帅头哥，我没有卖你300哦，我卖你1分200而已，对，针对吹的昂修的几弄也在，来没我爸七八沙巴，来200块的血拖刀来200块，不拉不拉，纯金修炼，来了200块了，爱买两盘，因为我不得买200哦，来200块，拖刀。来200块来，来，200块来，好啦好啦，先安尼哈，先安尼先安尼哈，我搁收啊搁收，我无头刀啊，我压力会倒啊。来，有啦你有啦吼，我伫你话讲了，较讲的你着收，我伫你话讲进前的时阵，你着慢收。来，要食帅头刀200块来。你够听入未？拢关了吼，帅头刀够上不了。晓得。我来紧嘞。做安尼做啊！你无听里面嘞？卖有白酒啦，鱼皮，上面鱼皮啊！哎呦，迄鱼皮是装较久啊，较有人知伊转来啦。鱼皮，你终于转来啊！鱼皮，来烤茄贝上啊，一包啊！卖问啊，卖问啊，你就是一包啊，就对了。咱物件无怪。去去去，进去去，进去，又带你个，又带你个。啊，客客怪你忙只客一包嘞。来，鲑鱼啊，不要搞鬼烧，存几箱好。来，鲑鱼给准备一下。来，都加宝贝的，存了几包，这个叫劲辣卡拉鸡腿堡。哦，叔叔家的3片一袋来，好，卖了说就不贵啦，超好吃的，里面有10片啦、啊。我那边叔叔家吃10袋，价格就是600。你若要搞汉堡，一袋汉堡就是90卡拉鸡腿堡，一袋就带60块。一人一包，卖好你买600、500、700、300块了，一人一包卡拉鸡腿堡，这是金辣口味的哦，超香超好吃的，一人一包，特价完了嘛。这物件贵着，鸡腿啊贵，猪肉贵，大项贵，一包300你买无着啊？啊，搁咧烤炉来299，这样买一包，特价。老师，这300一点不淡，来200块，这样一包来，金辣卡拉鸡腿堡，200块，一人一包2包，随便你买。赶快，这个卖完就没有了。来，休息休息，你来200块来，卡拉鸡腿堡来。你要一包，你要2包，随便你，只要我有，你要买几包都可以。没有就没有了。来，劲辣鸡腿堡来，200块来。快下来有。还有还有还有，来200块。来我吧。俺讲收贵的，啊，底下跟家己骗人安尼。包物件这种，俺唔讲哦，俺包啊就特别骗。欢迎啊！加多少诶？来200块来，200块来，
伊真正足够的啊，但是你莫结果像咧足够啊，你就真正足够啊无？我买早钱了没啊？我买，你三杯啦。到即马我买菜哩，到即马我买菜哩。来两百，跟我三百块了，好啦，就放我一个，搁一个，你就听着我听伊讲话啦，哈，老师。口罩挂掉嘞啦，不过收了。来，爸，后来冬装完，卡拉鸡腿堡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来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陈阿姨喝了吗？我陈阿姨喝了，喝了，喝了。来，月亮虾饼喝，阿龟鱼我先买喝了，龟鱼。来，陈阿姨，搁一个来，这位。哎，老板。我听到了。哦，大，你冇变走无？我这 GPS 在定位呢。哎哦哎哦，捡了钱啊！呼呼呼。来啦，这边买龟鱼啦，不睡无啦。漂不漂亮？今天鲑鱼超漂亮的，一样三个客人来五百块来，来鲑鱼给我八块来，赶快三个人给买来。我要收几千块，给了大碟。哦，水呢？来五百了，来五百了。哎，鲑鱼三个客人买，赶快都给你们了。鲑鱼我八块来，来五百了，进来了。哎呦，这收大碟呀！来五百了，管他呀。你上来，别啦，来啦，五百块啦，三个客人啦，都给你们了，来，最后两位的鲑鱼，这一对鲑鱼卖你五百而已，考虑哦，好，你打包洗碗啊，我那个买一个这水鲑鱼，这小的鲑鱼不，来五百块来进，没有了，好，三个客人结束哦，来，阿要吃月亮虾饼，多阿无买着，进来哈，啊，铁路猪排我来，来，要吃月亮虾饼的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来两百块完的月亮虾饼，来两百块。来两包，即卖就二一四啊，两包。来三包两，来即包我哩，来两百块月亮虾饼超好吃的，用煎的，里面有附蘸酱。来两百块来，即两包我哩，来赶快两包月亮虾饼，请客要吃。有，赶快卖完就没有喽。月亮虾饼来两百块来，三包四包哩，这来这一包两片啊，无够他消吧。来两百块，客人无买到月亮虾饼吧？都买到了吗？月亮虾饼好，谢谢你们。来喝，阿哥我被爱上，进来。来铁路猪排鸡腿喝。来铁路猪排够啊，这纯最好吃，晓得无？一人一份，哪个人给来两百块完了？铁路猪排来超好吃的，六个客人而已。哎，现在一片40块呢，五碟两百呢。你要煎呢？你要煎？你要烘？拢无要紧，一个六碟、七碟、八碟、九碟、10碟，我你来两百块铁路猪排，一人10片给你，赶快200块来。铁路猪排两百块了。三碟、四碟、五碟、六碟、七碟、八碟，我你啊。来高点十条哩啦，来两百块的铁路猪排，超好吃的，几个拿铁。来两百块，哎，你帮我切好啊，不过肯定啊，我送不到的。来一个切十条哩啦。两个。好嘞，来，阿要吃鱼皮，我讲啊，鱼皮真正好，真欠卖啊，规台湾拢欠卖啊，有钱都无一定买对吧？这大做好呢，这刚做好，还没有两个礼拜，应该吼拢起价啊，我来讲。我赶快让你送，但是钱怎么紧嘞？两百块啊，都一份，三百一份。无啊，我无发第二摆介绍啊。鸡排够五百。无金钱，就无机会啊，鸡排两百块来，什么鸡排啦？帅哥啦。赶快200给我，要猪排了哈，猪排了哈。来，鸡排贵未？一个两号刷不啊？你这不是哦。你铁路猪排我知啊。三百。紧嘞，紧走。安杰猪排三个，你陪我简单个买两下，好，安尼我无收钱啊，买一个就好。那个那个伴娘，这两包啦，百五你买，叫我帮你做后边啊。两包几条？应该会有几条？多少？会有几条？谢谢。二来，我买没有了，我多少叫恁客气啊？你唔客，可要看几包个买买？免，唔免。来，有要食贵虾八来，开300块了，300块两包一公斤。龟虾八现在缺货，缺的要命哦！来300块，龟虾八，龟也买啊！要收啊，这一包就2500呢。我两包卖你300，给你扣路哦。来，龟虾八来进，来300，有大哥买啊！还有人需要龟虾八吗？来300过来。伴娘处理了很多事情。你真正不要买物件啦！直接问就好了。直接问就好了。300了，我假送来龟虾八啦，我那边3分的，快点快点。来300，后来贵下班，真是要报销的。来300块，不是2包300，2包300，好便宜嘞！买2包300，很便宜的，这一包再送给你，赶快300后来贵下班，最好一个人给无啊？贵下班都有三百块了，好，是吧？300，有啊，你的物件在遮，卖完了，来300块，最好一个，无下班。这包也是你的了，来300块，来捞多杯，掏钱。来找用真的用行的，猪汤都好吃。来300块咯，来，贵下包，300块，300块，你是不是
交工客这个我袂较紧呢，这一包袂多，这一包你留咧行去。来，最后一个关于下包无啦，真的没有了。来，三百块，阿妹妹进够。